香港手信是富有香港特色的手信品牌之一，在香港自设厂房，致力生产香港制造的曲奇。疫情之后，他们主动求变，在香港设置智能制造曲奇生产线，取代旧产品以及生产模式，以适应大环境以及消费市场的急剧转变。要向香港曲奇市场突围而出，提升生产技术和升级生产线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同时我们多积极响应政府提倡的新型工业化，请这方面的专家生产力局为总技术顾问，为我们建立一条智慧曲奇生产线，以数据驱动的智能监控系统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包含曲奇的品质，降低生产成本，保持竞争优势。设置这条生产线的主要挑战，一就是要在空间有限的工业大厦内完成生产线，需要具备可以调入超大的隧道焗炉设备，以及有足够大的供电。第二就是要整合来自不同厂家的系统数据，最后是要实验和调整参数，令到曲奇的流心效果和保质期稳定。这间厂房麻雀虽小，但曲奇的包含、成型、烘焙、包装工艺一应俱全。例如曲奇的降温的步骤，我们设计了这条 set 字型的运输带，务求用尽所有的空间，提供足够的时间给曲奇在包装之前降温。我们亦都透过智能的检测，剔除了不合格的产品，降低品质不稳定的风险。还有的就是在数据采集和监控的系统，透过 PLC 和智能的传感器，实时去收集设备的运行和品质的监控数据，令实时数据可视化，还可以在线远程地去监察生产线的数据，帮助管理人员主动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，作出正确的决策。智能生产线创新的包线及双皮曲奇，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香港特色产品系列。我们将香港手信礼品推向全球，用景点包装助力宣传香港旅游，融入国家新技生产力发展大局。这个项目是智能生产线在香港有限的空间落地应用的有力证明。加入我们，为香港制造领航，迈向新型工业化。